轮赛事，精准球赛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读球小宝贝，今天带来巴西甲分析，弗拉门戈对上阿瓦伊。弗拉门戈本赛季目前巴甲领军，超过第二名16分，已经早早提前夺冠，攻防都较为给力，状态持续火爆。阿瓦伊是巴甲升班马，该队实力有限，多次升甲就沦为保级队，本赛季攻防皆废，目前排在倒数第一。本场比赛开出主队让两两球半，两队实力差距较大，且主队拥有主场优势，除非放水，否则客队基本无望。本场推荐弗拉门戈减2.25。今日分析结束咯，想要获取更多赛事推荐，请添加我的微信 LINE 176666，每日为您带来热点赛事独家分析。